一个领养猫咪的小活动，准备来看一下。好像今天快要结束了。平时很傲娇的，我突然想粘人了，然后就过来。哎呀，家里要成。这有一个很漂亮的摩天轮，好久没有吃炒酸奶了。谢谢。买的荔枝的，上面有很多荔枝的果肉。走出来，外面天已经黑了。现在已经就是到表演的这个地方了。我一直都特别想看只此青绿的演出，之前在春晚的舞台上看到了之后，就是唯一一个节目是我会去其他地方搜相关的视频的，然后没有想到能到现场去看，还是多亏了某人的订票。耶，